喂喂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柯比，那我今天发起一个专案叫自己活动自己拍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每次活动都是我自己在拍，实在太孤单了。然后上次在那个什么的写说啊，来一个共同摄影人嘛，然后那位早上拍了10张就是跑掉了。对，所以我就想说好，那我们就来这样做。可是其实平常大家都有拍，那我现在要怎么推广这件事？我就弄了一个抖音叫 GV.photos。哦，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界面，你可以在这边上传照片。我来上传给我的预兆。Hello， 然后我是柯比，这样。好，不要下配个。然后再来就是授权，你如果没有写作者的话，那你授权是 public domain。你有写作者的话，你被迫用CC。反正你就选一个，这边有四个选项。对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旋转的剧名。对，然后就准备会慢慢出来，好，可能有点慢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再说。然后你们这边还有一个跳动的剧情，好，可能还有一些 bug。OK， 所以这件事就是说，大家一起来把今天的你的照片贴上来。哦，因为我发现我拍的照片，不少人会拿去用，比方说大头照啊，或者分享。那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拍，因为我一定会漏掉一些画面嘛。OK， 那另外一点就是，这一个也算一个跨界。那有 open source，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其实好像还有点 bug， 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一起来改。OK， 好，还有基本版，好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大家。